管身高体重对不对，有梦就去追。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个 superstar， 那就不要害怕，你可别来打，没空别来耍，抓住这个机会把歌唱，唱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堂，就在明星英雄榜，实现你的梦想。在 Super Idol 的比赛当中呢，也有一位来自原始英雄榜的英雄杜宝珍，今天将带来他精彩的演唱，我们来欣赏一下吧。
中自己只是个过客，我的心在人群中闪躲，不懂我们之间这份真情犯了什么错，用你不是你而我不是我，那有多快乐？不管与你的路有多苦，我只想要拥有最后的祝福。再多的伤害我都不在乎，愿你我挣脱一切的束缚。谁说这是个错误？只要你我坚持，永不认输。咕哩咕哩，这什么地方啊？哇，这个天籁，天籁，哎，有点吓到我。我刚刚还去看了一下资料，你甚至不是前面几名的，你唱歌竟然是职业级的水准呢。哇，其实呢，讲到宝剑，我们也算是认识了一段时间了啦。但是呢，在详谈没有躺下来哦，详谈之前呢。详谈呐，详谈不是详谈，是你自己想歪了。哦，没有，重点先跟所有部落的好朋友问候一下，顺便拜个新年了，好不好？好，来，乌力浪米虎米桑，我是高雄县桃园乡宝山村的宝珍。Hello， 大家好，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Oh, 好的，掌声鼓励一下。你不要骗人啊，你是原住民吗？我是啊。我看刚看，哎，怎么平地人在唱歌？因为我刚从外夜店还没到。哦、oh, wow. ，是这样吗？不是，整个感觉让我有点吓到。其实呢，宝珍呢，算是我们第一季《原氏英雄榜》的一个参赛者。之一啦，嗯，对，那后来你形容一下那个战况是怎么样？很激烈，
但是呢，那时候保真好像是不知道几强的时候，第几强啊？就是十二要取十强的时候。对，然后刚好他的位置被顺延卡到。哎呦，对，后来对，因为我们这边比较重歌艺，不注重外表了。但是顺延是当时唱的英文歌震慑全场，哎，震折全场。哇，对，但是保真，我说真的，印象深刻的是，他那时候表现，我觉得是很会唱，但是觉得好像少了一些东西。但是自从去超我比赛之后，哇，整个破茧而出啊！太稳，你刚刚是整个就是职业级的新味十足啊！谢谢，讲一下好不好？讲一下。其实，我觉得在超我有这样不错的成绩，其实也是要谢谢之前这里原氏英雄榜，让我就是有一个就是机会大型的比赛，然后也是让我自己训练累积自己的经验，然后让我在之后去超我的时候可以就是可以比较有一些现场的经验跟节目的经验这样。你说一说好了，超我那边跟原氏英雄榜那边最大的不同是哪里？最大的不同应该是气氛应该很不一样哦。气氛不一样，这里太开心了。我们那边同乐没有压力，也很开心。但是因为就是这里都是熟面孔啊，然后大家都会都是同胞嘛，工作人员都是，然后大家都很开心，会互相问候，然后有自己特殊的解压的方式。可是，在那边也很开心，工作人员也很好，但是会比较紧绷一点点。压力太大，我超火啊！星光帮啊，对，每次去探班回来都有一点忧郁的。没有那个低气压，因为他们太把那个比赛的结果看得很重。其实过程啊，他有享受到那个很重要，对不对？对。那其实呢，保真也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之前他在比赛的时候其实不太多话，访问的时候，因为我都是要跟你保持距离吗？没有。妈妈有说那个不能亲，你要小心。拜托他阿嬷都跟我来电了。啊，不是来电话关心。对，阿嬷有问说他，对。哦，布农的阿嬷，我布农的阿嬷，他很像当初印象也很深刻，因为说很像他阿嬷，很像我阿嬷，也是因为听过《月光》那首歌，流泪。他们家没有 CD 啊，所以对。那重点那时候保真不太多话，然后去超我回来之后，啊，再次看到他，有一次碰到他，我就觉得他的不管是在表达能力上也好，说还有在舞台上的掌控的一个部分，提升很多。谢谢。你为以前来这边不多话原因是什么？会很紧张，然后会觉得不知道就是大家都太活泼了，然后想说哦，你是指曾静雯的部分吗？哦，没有，因为你那时候眼睛上没有我哦，你是说我眼睛都是在看郑桓咯？不是，就是谁看谁？要讲吗？你讲嘛，三个字。我来猜，你猜有颜色的吗？哦，哎，你今天穿的是 blue， blue 应该是黑色嘛，蓝色的。哎呀，好，其实呢，讲到保真了这个部分，你干嘛紧张啊？自己，那个时候你很明显感受到他有吗？就是看我的眼睛不一样，就是哎，保真，可是那个眼睛是在晃过去，可能那时候我就是也比较素，比较不像原住民，感觉像一个白，就是白浪滔滔偷偷的跑进来参加比赛。他曾经还想叫我拿户籍成本来看一下。没有啦，我那是因为慧君是蓝慧君是会从屏东上来，我们没想是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号入座呢？不是，我是说蓝慧君他的同梯的那些朋友们都从远方。我也很远呢，好了，来，我们要讲他访问我干嘛了？ OK， 我 OK 啊。他当时回忆一种伤心的往事。哦， OK。不过现在已经过去了。过去，好，过去了。对，反正怎么样？哎，你这样黑人，你这样好过年。2010年迎接新的一个，好，对，开玩笑了，开玩笑，感情。对，以后原氏呢，不要再邀请我们隔壁客家台的朋友来了。我把事实顶出来。好了，不管怎样呢，保真呢，是很努力的一个参赛者。虽然在我们英雄榜没有办法继续比赛，但是他卷土重来去朝更大的舞台去比，但是呢，气势不输给别人，而且不止保证，还有雅芳，对不对？雅芳，然后现在超市郑桓也回去了。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给他们继续支持。我觉得就是原住民之光，然后更发扬光大，用声音呐、来表达爱的那种真谛。好，没有错。那也谢谢保证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回顾了，回顾2005年
第一届原住民部落巡回歌唱比赛，那时候呢，是因为正值我们原民台开台之际呢，办了一个歌唱比赛，就是巡回这样。对，巡回部落，然后没有转播，但是算是当时蛮大型的一个比赛了，扎根了、啊，对，很重要。那以及隔年呢，一周年庆呢，办了一个原民台 live 的歌唱比赛、哎，也算第一次的一个 live 歌唱比赛。我们一起回顾当时忘不了的好声音。Yeah, yeah.